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的人 Podcast， 真欢喜，阁含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跟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段事，来含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咱今仔日要来小解一字通，那情景无同。意思有哪小可有相差？汤有会使意思，敢有饭通食？炒两个菜汤好配饭，像这款话，咱就定咧讲。若讲到无汤，就是袂使，无爱的意思。举例予各位体会一下，伊实在是吼，叫伊顺手摕一个物件来予我嘛无汤，有够歹斗阵。有影一句例句，较赢十遍解说。搁一种是要问人，看伊要稳准无？像讲电视敢通存来看，我敢通去找伊啊？像即落情形，是伫等人回应看要同意无？则看后壁的代志要安怎做？有一条歌，叫做《四季谣》，真迄道的歌，真济歌星捌唱过。内底有歌词安尼写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唔知通也唔通讲，敢好，敢会影响目前的关系？心内摇疑摇疑，无讲心内阁摇摇，唔知安怎较拄好。男女当得热恋的时，双方的距离肯定是介歹存在。歌词内底的通，就有敢好。敢适合的意思，搁记一个咧，真久无甲伊联络啊，唔知通来找伊无？这嘛是同款的用法。这个通嘛有应该的意思，通来转啊，佚佗伤久嘛会想厝，浪子嘛会想要回头。挑工要搁摕这字通出来讲，是因为这字愈来愈罕咧听，拢互用会使咧代替。借这个机会，阁甲大家吹讲一下，唔通让遐水的语言消失去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阁来哦。